多谢。今仔日就较忝吼，啊，因为即、這个即节课都要食饭吧，所以可能15分钟了吼，你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啊。吼，啊，你若真正冻袂调吼，你就趴咧遐困袂要紧，啊，无就出去行行的。啊，咱手机啊关起来，莫影响到人上课。吼，啊，搁较顶暗啦，因为咱两点钟无歇困嘛，所以你若真正感觉冻袂调啊，啊，就家己出去。哦，阿免，就较早有学员真古锥徛开，徛来头前。老师，我要上厕所。啊，上厕所多急啊！搞我报告啊，吼、哦。咱今仔日的课就是预备自己迎接新时代啦，吼、哦。务必家己迎接新的时代。啊，拄啊，互咱拄着呢。70年来，互咱拄着呢。较早咱的阿公阿嬷的时代吼，伊嘛去。迎接新的时代，但是迄个时代煞变得较歹啊！啊，一直到咱即马，咱掠着即个国际法，啊，知影讲原来国际是安尼发生的，才发生这代志。来，咱来看哈，今日大家用到的即个主的方法论呐吼，即、這个是一个迄个哲学家黑格尔。德国人伊个思想吼，真精密啊，非常的精密啊。他们在思想那些哲学啦、吼理学逻辑，他们发展了很多的东西啊，拢是德国人发展出来的。吼、哦、啊，所以即因有足侪方法啊进展。当然，欧洲吼、哦，因有受到一个叫做启蒙运。我觉得启蒙运动啊，澳洲这个启蒙运动，地书家和澳洲的人开始发觉，这个世界必须要重新认识，必须要重新认识。啊，正反合什么意思？就是咱看待一个时阵吼，有一个第一阶段的看法，但是咱啊经过思考，有第二阶段的看法。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看起来像是冲突，还是矛盾，还是规个完全倒变的。但是第三阶段，咱怎样去理解？免啊，对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给整合起来，叫做正反合啦。好、哦、啊，这个方法大概是这样子。怎样预备自己？第一个就是认识家己啊。咱台湾人过去70年来，咱唔知咱是啥物人，咱拢讲咱是台湾人，实际上咱唔知咱啥物人啊。所以开始伫只无想，伫只政治练纲内底一直练到即马练70冬啊。有的人在这70年来出世，有的人在这70年来过身去。这70年来的台湾吼的状况吼，是一个足混乱，而且是大家唔知目标是啥物货，这个国家是啥物物件，家己是啥物身份，这个政府是啥物物件，啊，是安那你爱做兵，是安那爱拄着戒严，啊，是安那个白色恐怖，啊，美利都事件，啥物里里扣扣的事件一大堆，啊，咱的教育内底拢无教。拢是一挂耶稣，也是杂志咧教。咱是活伫一个混乱、乱格的中间啊！啊，认识家己是第一阶段觉醒的开始，认识家己。咱伫这个时阵开始认识家己啊！咱每一个个人是伫妈妈的巴肚内底认识家己啊！所以你们看囡仔，伫妈妈的巴肚内有知觉哦。一开始知影讲，伊是一个生命的存在哦。开始会听到物件，有迄个听觉神经来发展出来，伊是听到物件。所以毋只发展到讲，即卖讲胎教有效无？就是有声波啊，这就是开始伊去接受外口的物件，啊为认识家己开始啊。所以囡仔呢，甲一个手指、手指头。咱嘛想爱泰戈拉是毋是呢？伊咧认捌伊家己个身躯啊，伊有一支针头啊。伊咧夹针头个时阵，即、這個、神经传导线会知讲，哎呦，他的身体的范围在哪里？所以囡仔咧认捌家己个时阵，较早毋是讲咧要抓抓有啊？迄个咱讲个统合知，那个统合知觉啦，哦。迄种物件就是
咱对家己，你们家己开始，你们世界，你们非自己，就是不是你家己。我们要你们家己，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什么是我？我发觉，哎，有一个你呢，有一个伊呢，有足侪人，迄拢不是我。天不是我，地不是我，刀也不是我，衣也不是我，地不是我，这涂骹都不是我。但是对这的不是我，相对反射回来，咱就了解哦，什么叫做我？所以认识非自己了，认识不是自己，安尼你来对照自己了。这个正反，这个反啊，哦，正反。所以咱咧抓，囡仔咧抓物件时，就伊咧认识迄个物件是啥物货。所以口腔期吼。心理学讲的口腔期，囡仔一段时间，啥物物件拢塞咧嘴无？啥物物件拢啊，起起塞咧嘴？我拄一个囡仔，我家己的囡仔，我一摆看到伊嘴乌乌，好奇怪咧，食啥货？结果食屎啊！我怎啊错一条啊？哎呀，食屎！但是伊就感觉软软，很像食物。啊、哦，我一摆看伊咧食天叉。我讲吼，食糖、食甜，你啥物都食呢？吼啊！但是伊唔是讲，伊知影讲会使食、袂使食，伊是拢要起来试啦，试看这个物件的感觉是啥物会用个喙齿去试啦，吼、哦！啊，抓周啊，抓周，你想讲哦，看啥物会掠着啥，那啥物会啊？伊以后做啥物会哦？迷信啊，他有可能啊，无我拢看金啊，看钱，看迄、那个。迄种科技产品，啊，伊就做迄吗？无可能嘛！哦，抓周迄是一个，我嘛唔知啥物传统安怎来哦，应该是中国文化吧？哦，因为唔捌看过外国人抓周吧？好吧？正反合，合就是你对认捌家己，对认捌唔是家己的，而且个过程开始重新认捌家己啦。到底我是啥物人？我想啊，活伫家，所以借着行了，重新认捌家己啊，得行一条嘛，哦，哈哈 ，So we will meet again， 咱个见面啦。当我唔捌看过镜的时阵，我知影我是啥物人无？敢知？知啦，我太唔知，因为人拢叫我啥物名，叫我啥物，叫我迄个阿杰啦啦，阿心啊，啥物货？人咧叫我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定义我啥物人嘛。我未看到行进前，是我唔知我生得安怎样尔啦，对不对？啊，但是我看到行进前，比如讲，那叫我阿跳的，啊，我是叫我阿跳的，哎呀，我叫一个字足大粒的，吼、哦，跳啊字足大粒的，啊，所以叫阿跳。啊，我怎看袂到啊？啊，等我照镜的时候，哦。原来正人咧讲的阿跳的，就是生了安尼哦，重新认捌家己啊。咱台湾人就是无愿意面对家己，认捌家己，啊，拢认捌别人。我等下讲着。1945年到今年2015年，大中国教育成功还失败？失败，成功还失败？有人讲成功哦，有人失败哦。成功啊，失败是徛伫啥物角度来看啊？咱今仔个正反合就是要安尼讲个啊。哦，你若徛中国人的角度，成功啊，失败，成功啊，生了甲成功啊。啊，你若徛咱本土台湾人嘞，失败啊。第一步，思想改变。咱敢知影啥物叫思想改变？其实咱来遮就是要做思想改变啊，咱要变倒去正常的所在啊。因为咱就是感觉无正常嘛，过咱太来遮，咱就是无正，感觉无正常啊，奇怪啊！他这社会愈来愈食力，啊，这个政府太变安尼，啊，咱对食的开始，油也袂使食，米也袂使食，对穿的开始，穿的也有毒，鞋也有毒，啊大。在那个辐射，你辐射物你也看袂到。啊，住二十栋以后，流感、口气，啊，人较检出来。咱对这清烟大交通
大行那个最近咱媒体咧检查落来，大行拢去了了，因为咱刚无正常啊嘛。啊，咱也感觉足正足正常，也是讲咱即马伫外口一挂人活了一挂真正常，啊，他有需要改变，特别需要改变啊。那感觉真正常诶，特别需要改变啊。因为咱的思想已经改一个歹去啊，所以咱感觉迄个歹的环境是好诶啊，是正常诶啊。啊，有人发觉讲，无啥正常啊。所以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有听过无？温水煮青蛙啊，大家拢感觉说三文咱未歹诶。金文爪真好呢，但是有一只，其中一只青蛙，伊感觉疼着啊！不对啊、哦！伊去看到周围环境拢变啊、哦！赶紧，伊觉醒起啊，叫大家紧出来！佮进伫内底，佮较久就熄去啊！啊，今仔日民政府的角色就是咧做这個，赶紧跳出来！喂，中华民国体制跳出来啊！因为伊要关回去啊！哎，若要关回去，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中国人要回去，对不对？是不是正常的？因本来就要回去了嘛。啊，结果咱一群台湾人，咱戆戆不知影，然后包在内底，然后做伙赶回去。今仔日咱拄到的问题就是安尼啊。思想改造第一步，因来的时阵吼，甲咱对待日本台湾人改成中国台湾人了。所以佮讲。台湾有两种台湾人，日本一种是日本台湾人，一种是中国台湾人。啊，日本台湾人就回去啊，啊，中国台湾人留落来啊。其实不是安尼分的，是咱拢是大日本的台湾人的。啊，得教育也是经过洗脑，啊，得改造变的，创造一种叫台湾人的认同啦。过去无人讲台湾人啦。对于日本时代叫做本岛人，无人咧讲台湾人，所以伊用政治性的创造这个名词，台湾人，互你来认同这个名词啦，吼、哦，创造一个名词啦。所以我咧俄罗斯人的时阵，哦，可比讲咱这位先生，我哇，你真正是非常的壮哉啊！伊壮哉，你感觉听作起毛一样嘛？啊，你得认同这个啊？啊，安怎叫做壮哉？啊，你来安怎？你来安怎？安怎？你就是壮哉。啊，咱的认同这啊，哎，对这个教科书来看，你来看，第一课台湾人，哦，那恁时阵咱个唔知影咱台湾人嘞，伊也甲咱讲讲你是台湾人啦、啊。第一课我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伊是台湾人，咱拢是台湾人啦、啊，这个就死去啊啦。其实唔是呢，伊看咱唔是台湾人呢。一看咱是日本人呢，啊，无二二八安怎发生呢？咱迄时阵，咱的穿插，咱的讲话，除了咱讲本土的河南话、客话，也是高山族的话以外，一看咱拢日本人啦。因仇日情节足严重啊，啊，所以甲你拍掉啦。什么叫做以德报怨，骗人的啦？啊，所以你甲看第一课台湾人，啊，咱就。互伊拔掉呀，互这个定义拔掉呀，是伊间定义呀。第二步，转移观点，你爱认同我是中国人，因为我外口来的呀，啊，恁是在地啊，啊，咱拢是哦，因为我即慢慢来伫台湾啊，啊，今仔日你也无来伫台湾哦，即、這个教科书伊若走去海南岛，伊就讲你是海南岛人。我是海南岛人，咱拢是海南岛人啊！伊教科书在安尼编呐。咱来看第二课，中国人，有无？第二课，第一课台湾人，啊，第二课中国人，第三课一家人，咱拢一家人，哦，我当拢男男做伙啊！啊，有权力的人就带你走啊，有动力、有权的人就甲恁赶咧行。所以模糊观点啊，所以这就是关系性的认同啊。一家人啊，啊你计较啥货啦？我得食较多，啊你得食较少，安尼尔，咱拢一家伙，咱卖计较啦。啊我得食肉，啊你哼安尼，咱卖计较，卖计较，咱拢一家人啦、啊，咱拢一家人。啊，若有较企图心较强的吼，伫这体制爬起来，
伊就食着肉油啊，伊若啉汤尔，伊个当食着肉油啊，吼、哦，啊那搁较有企图心的起来，哎、欸，伊会当食着萝卜安尼啊，攀亲带故，做假的祖先来源，创造假的祖先来源，莫忘二二八，攀亲带故，咱的祖先拢共一个。啊，叫做228小台，安尼唔足奇怪吗？228安怎发生诶？我甲分析大概有即几项诶因素啦。第一个，你给文明诶拄着官文明诶，啊给文明啥物人？就是外来都毋只给文明，规个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法度，即黄种人啊吼，有法度有办法造战斗机的谁？就日本嘛，就是当时的我们呢、啊。我阿公94岁，古年94岁啊。伊亲眼看到茶的飞行机呢，用茶做的飞行机飞去，还是迄个神风特工队啦。哦，因为二战尾声吼、哦，制造飞机来不及啊，他只要能够控制训练一下，能够控制螺旋桨，然后那个。木造的飞机载着炸弹就可以飞上去了，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对方的军舰，用人肉炸弹飞机这种自杀式的战机，啊，咱想讲太阿公啊，太要去死，其实伫迄个时代的氛围唔是安尼哦，迄个时代就是讲，阮孝忠天皇迄个时阵开始天皇当作神哦，吼，啊，迄种的意志就是佮结合迄种武士道，吼，武士道精神。就是我要跟对方决战啊，生命是可以轻看的啊，伊感觉为着国家保卫了我们的土地，这种心志，孝忠天皇保卫我们的国家是这种心志去死的哦。啊，有人讲啊，不得已的，拢有人骑枪啊来行的，无拄拄哦。你若去看迄个林基哦，还是什么，就等于。当然，去参悟的人会拄到足济心灵的交战呐、啊。但是，你个时代的氛围，甲即马咱的时刻是无同款的哦。低文明拄到高文明呢、啊，啊，低文明来统治高文明呢、啊。所以较早，唔只系讲，伊看到迄电风，遐个三遐个，伊看到电风，伊就是一种飞行机螺旋桨要来啊。哦，就是伊感觉伊有种惊吓。那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因为咱怕白银嘛，我们在国际法律上那是被占领者了。那中国人 VS 日本人，因是中国人，那是日本人。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了228的因素啊，这都是因素之一啦。哦，这都是因素之一啊。你感觉鸦片是好也歹？歹哈。因为国民党讲，加工鸦片是歹，我嘛不是讲鸦片是好哟，食薰是好也歹，歹。食薰吼，较早叫做鸦片烟呐，啊是讲大麻烟呐。现在这种物件伫欧美，因有个国家啦，部分啦哈，伊是开放的，有管制。现在，啊现在到中国的世界，做这种物件变成歹。人的文明哪有到迄个天道，伊就会当去管制一寡物件，伊会使去控制啊。啊，若无法度控制，你法治上没有办法规范这些东西，你就会泛滥啊。大清帝国咧禁鸦片的，就上界有名的林则徐啊，哦，林则徐。啊，伊其实食鸦片的拢是因头壳顶遐的官啊。爱咩救？伊咩救个中国啊？啊，鸦片导致战争啊，是安怎？经济啦，经济的问题啦。来，一波吼、哦、思想的扭曲，第一波是改造嘛，已经小可改过啊。哦，你变做台湾人啊，过来扭曲。仇日的教育啊，仇日的教育吼、哦，最明显的啦。你看日本鬼子，这种名词，这种语言的是啊。啊，是讲小日本，想要讲小日本，因为它叫做大日本帝国，它为了贬低对方就改成小，
就改成小。啊，台语内底嘛有这种语词的用法啦。你来看，囡啊，囡啊，囡迄啊，吼，囡啊，那个啊，就比较小。外头啊，有没有？你看听起来就比较小，比较低一阶。我是尊，你是卑，阿多啊，好啊，迄、啊那个什么？你也看到什么？你也看到囡仔，恁隔壁阿杰啦，你也跟什么阿、啊、什么阿、啊、就是较细啊。朝日教育，你看伊个课纲内底，叫做啥？哦，受了侮辱，敢反抗。伊这规本来底拢是咧做思想改造啊。你也看遮，从地图上看，中国台湾是一个大岛。较早因咧战争的时阵，根本就无想着台湾呐、啊。啊，是德兰来到遮的时阵，哦，台湾足重要来咧，复兴基地呢，是宝岛呢。日本侵略中国。哦，哎，兄弟，那盖过啊？那么，我们本来是日本统治的，然后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啊，到底我们是谁？我们有侵略中国吗？还是我们是日本吗？的，你价值就在这边混淆了。再来，打瞌睡的狮子，上面两起打瞌睡的狮子，你干嘛跟你一起打瞌睡的狮子啊？啊、哦，然后。日本强占台湾，哇，这个该叫足特地啊！日本什么时候强占台湾？他都在讲的这关系性的认同啊，唔通念对呢？唔是关系，啊，个性认同啊，啊，唔通念对啊，是关系性啦、啊、哈、哦。关系性的认同就是讲用关系啦。有那种感情的啦，我若甲你做朋友，啊，我咧甲你抱怨我的头家安怎安怎，我的什么人安怎安怎，你是不是会认同我？你也站在情感上支持我嘛？这就是关系性的认同了。爱的日本强占台湾，你看你们是被占领的呢。我蒋介石是来解放你们的呢，让你们获得自由呢，敢有？蒋公，你也看，伊讲哦，迄个时阵哦，一个蒋介石去上课，伊去日本留学的时阵，哦，啊，迄个老师拢咧批评中国，中国真正真烂，伊是要甲遮个中国人讲，哎，恁个国家恁来家己救呢？啊，但是呢，这变作讲哦，伊做骨气，伊甲迄个老师反驳，哦，安尼民族英雄，叫啥？蒋公光复台湾。光复台湾啊！啊，规个大日本帝国遐尼大，他唔去光复别个所在，他要光复台湾，是逃难来到台湾，哎、啊，拢甲改变迄名村。伊讲蒋公逃来台湾，安尼就正确啊。但是伊拢改过，变作光复台湾。哦，中国诶话，中国人讲诶话，头摆你甲倒兵想，大概会较接近真实啦。哦，啊，你也看下，光复以前，日本人规定学校用日语，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官方语言嘛。啊，有什么不对？台湾同胞只能读小学，要进中学有许多限制，敢无？无啦，我哪讲了这个神仙啊呢？哦，进大学仅能读医科和工科，敢无？无啦，咱那个二二八都死一挂哲学家。咱台湾人底下个读点海个呢？伊讲吼，只能读医科和工科，人数更少。医史中近代学人很少啊。啊，请问二二八都杀掉哪些人？那嘛是些知识分子。哦，经济方面，他们注重台湾的农业，增加米、糖和樟脑的生产，工业原料要送到自己日本本土去，商业由日本人操纵。把赚的钱都拿到日本去，台湾的米产量虽然年年增加，可是大部分运到日本，台湾同胞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吃，干么呀？台湾无米糖好食的时阵，无够糖好食的时阵，是已经战败啊！啊，接近战败迄个时阵是配给的，
我阿公讲呀，够糖都食诶。啊，一直到正拜去呢，你讲接收唔是？你讲接收接收，接收了，迄、那个通货膨胀了，一栋楼啊，一碗米啊。我阿公讲诶呀，啊，所以即、這个故事就是咧讲因家己迄、那个时代，因来吞大难诶时阵。哦，伊吞大难啊，就是你甲看，你甲换过，你就知影。台湾光复唔是台湾被中国人流亡来之后，哦，以后你以前那个盖子以后，中国人规定学校只用中国语，对不对？对啊，你若看，你若盖过，你就知影，因规个物件是改工都变个。台湾同胞，我讲是用台湾同胞啦，哈。台湾同胞只能读小学，要进中学有许多限制，敢无？无嘛，哦。要进大学仅能读医科和工科，敢无？无，哦。来，经济方面，因注重等等等等等，加工业原料啦等等送到中国本土去，对不对？对啊，一变美日散去赞助因的。内战啊，再来，商业由日本人，由中国人操纵，把赚的钱都拿到中国去，对不对？啊，无钱来四万外一块，通货膨胀，伊就是一直印钱，一直把台湾的物件变卖啊。台湾同胞没有足够的米吃，对不对？对啊，伫中国人来以后，就是没有足够的米吃啊，就是安尼。这个就有趣了。这人有看过吗？不是啊，抗日英雄呢？哦，抗日英雄呢？这叫做罗福新，不是罗斯福啊，罗福新烈士，有一个的苗栗是抗日事件呢。啊，我去查呢，结果呢？那个哦，苗栗抗议，咱想讲伊苗栗人，结果唔是，伊是中国人，伊的原籍是广东啦，啊，是同中国同盟会参加黄，结果伊伫日本时代，伊来台湾，伊老爸来遮做生意，结果伊来遮抗日啦，是安尼啊，哦，啊，遮多下，哦，伊伫这个后龙，这个苗栗遮，18岁的时候。的来啊，苗栗公学校学习日文，伊来抗日，就中国人来台湾抗日啊，你咪刚刚做奇怪吗？仇共的教育，大家有仇过共吗？有无？俺今妈妈做仇共诶，我细汉就是拢学迄个仇共的反共歌曲啊，有无？打倒俄共，反共产啊，就是这個。你看生到生到我今妈。咁么40岁啊，头壳拢搁记掉诶，我头壳拢浪费伫这所在，你知无？啊无，我应该得诺贝尔啦，把公生笑啦。啊，仇共教育呢，就是我是中国人啊，你跟我是一家人啊，我要仇视的对象也是你要仇视的对象啊，所以我仇视共匪、共产党。为什么？因为我被打，所以我们要一起反共。我仇视日本。所以大家一起抗日，所以这种感情性的关系性的认同，把台湾人绑架了。来，仇共的是这有无？有看过有上过记得课无？小学啊，课本有看过这个吗？没有，我小学就是上这个啦。你看，没有太阳的地方，我可怜了，没有太阳的地方，因为你的国旗是一个镰刀啊。哦，是一个星的没有太阳的地方。自从民国38年共，我用北京语标准北京语两万人听，你得在那个时候的氛围是怎样呢？自从民国38年共匪占据中国大陆以后，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哦，大陆上的同胞一直过着贫穷不安的日子，他们好像在黑暗世界里。哦，那你时阵囡仔看这，好可怜哦。
咱台湾人的情感足丰富的哦。咱若看到可怜人，讲一篇故事哦，迄钱就拢赢出来啊。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哎，你看拢哦，拢骷髅头，拢枵死啊，啊，拢食树根，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迄个画面，这种故事，然后洗脑。我们要去救他，还引导的代志，刚刚什么代志？引导老爸啊，顾未好，甲因囝顾未好，无法度趁钱给因囝食，啊，银元刀的钱去给伊食，啊，你们足奇怪。中国人呢，是中国人自己解决啦。啊，你也看这個，简刚性的台湾人出来，你也看。民国67年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忽然宣布要和我国出现在这里，那个时候就知道，哎，我国可以用来替代中华民国，所以现在都没说中华民国，都尽量说我国，啊，说我国。好的，你来看，突然宣布要和我国断交，全世界爱自由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对不对？中国共产党不生气啦，因为要跟中国共产党结那个建交了啦。哦，没有一个不生气哦，你来用迄时阵敌啊挖出来。啊，即马时空一转换，要选举，这只敌啊是有小英的呀。啊，台湾人真正足侪代志头壳内底吼，啊，无去思考，那唔知影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操作跟动机跟目的，啊，就一窝蜂啊。咱做这物件拢一窝蜂啊！啊，你也看，台湾大学的学生在校门口贴海报，叫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国家。过路的人都停下来看，然后跟他们一起说话。啊，你加入撸啊撸喊嘛？你看，有人说要捐钱给政府买飞机、大炮来保卫国家。啊，大家他无头壳去想。先啊，一个断交啊，咱来保卫国家啊，无断交，咱唔免保卫国家。啊，你过来看下，周围的人看见都受感动吧？简刚型的台湾人啊，周围的人看见很感动。有一位老伯伯说：“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爱国，我们国家一定有救啊！”谁闹？感情型的谁闹？哦，我们的国家一定强。第三，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哦，一直在持续哦，到今天个个要得持续哦，造神运动，你有看过这个？我小时候都是读这个的啦。国父小时候哦，晓得我们的国父叫个空一格，尊称国父空一格。什么叫国父？国父的定义是什么？创国的第一任的总统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说国父的定义啦，就在美国，我们对美国的国父的那个定义嘛，哦，就是华盛顿嘛，第一任总统嘛，啊，他是第一任吗？对啊，他没有当总统啊，啊，那国父写的国什么会？啊，一个看，一共他的家乡是一个小村子啦，安怎安怎等等啦，哈，很喜欢看海哦。国父是看海哦，啊，蒋公是看啥？看河流。所以咱那边这国父爱去看海，好，看海。一共吼，这奇怪哦。伊太怎样讲？他心里常常想着，等我长大要坐船到远处看，然后呢，家底下。国父小时候喜欢听大人说故事，读书更是专心。结果呢？啊，有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明白。他的老师常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做大事啊，造神，开始要创造故事了。我马上给他医疗民间护耳工哦，林志生秘书长哦，他小时候就是有看玉山的云海哦，啊，所以呢，我就给他用故事造出来啊，这些民间是经过后面的造神才变成神话的啦。来，这有看过吧？这看的怎样做喊的啦？来，小时候
河里有许多小鱼向上游，因为水太急，安那叮叮叮叮啊！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的大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鱼儿逆游是天性呐、啊，本来就天性的嘛，对不对？阿给蒋公从小做事快，不怕难，又有勇气。啊，做事快不怕难，又有勇气。啊，你现在得招来咱家，来咱家。你勇气，你唔知该对干到死，你都招来咱家冲啥？长大的能为国家做许多事，他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造神的是谁啊？蒋介石公于基督徒呢？基督教是没有偶像的呢，结果他变成神了。狼变形，我来想讲传说故事，古早迄种迄个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狼变形，道教做者狼变形，结果原来我们有生之年就看到了狼变形，可以来拜，哦，这嘛是新德。哦，洪天什么宝殿啊？什么？都是这狼变形哦。第四步，奴化成功，奴化成功啊！头前安尼一步步来，开始你有，你本来有一个精神的迄种对象，精神崇拜对象叫做天皇，有一个效忠对象啊。因为你这样正拜啊，啊，我个来占领啊，你这物件无去袂使啊，啊不，你会把我视为外人攻击啊，所以为了保护，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要创造出一个精神领袖、精神象征，让人盲目的去追寻啊。所以奴化成功了，中国台湾人改成自台中国人的奴隶，变奴隶啊。咱这边人变奴隶，但是奴隶呢，每当一直剥削，爱好一些块掏一个开，爱好有佚佗、有购物。哦，有娱乐，演艺界的娱乐啊，这个整个过程都还包含着洗脑的文化在里面。现在台湾人被这洗脑，那些个想象一下，过去的台湾人洗脑，有人讲淳朴，敢有？有嘛？真单纯嘛？该热情会款待外来的人嘛？这咱的天性的本性啊，咱做这也够有人是安尼啊。真容易相信别人嘛？这是人跟人之间斗阵的一个基础、哦。但是呢，现在的人无爱熟客，单向的反射。你来看这篇《中华儿女》，那么那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中国人都统称为华人。哦，个一个愈看悬的境界，啊，个规拢包入去。啊，中，即，我想来用这篇呢，盲从式的台湾人，就是最近某一句话，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出处啦，我找出来啊，自己国家自己救，出处就是伫遮，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啊，即句话出来，哦，大家拢对对对，好有道理，好有道理，盲从式的。因为我们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只是对了某一个口号、某一个命令做一个单向式的反射。等咱亲像，咱若互石头啊肯定哦，会疼安尼啊，就是这种叫做反射啦，无经过思考的。啊，若去拍来，啊，我阁会疼啊。啊，咱未想讲，会啥物有石头会拍来，啊，啥物无爱闪，这种最过程叫做思考啦。啊，盲从式的台湾人就是咱做侪，我头拄好讲的，做侪物件拢一窝蜂嘛。蛋塔为台北开始开到台中就花去啊，对不对？啊，你即马早顿食美而美，过来佫开始开美差美、美大美、美又美，一直开，就是用盲从式的。做侪代志人不愿意求证，判断容易错误啊。媒体无讲，台湾民政府负面呢，大家都啊，对，讲了对，哎，报纸讲的呢。啊，咱也无去求证，做者伫外口人拢讲啊，人家诈骗集团。情感式的台湾人反射，单向反射的谁呢？哦，郝柏村公科黄明后裔，啊，就分做者声音出来啊，就是因妈妈讲的，
哎、啊、呀，我无得选择个呀，这个反射啦、啊，也无一时刻，什么叫做反面呢、啊？啊，有人就是这个柯文哲的讲，啊，你又要挑起什么种族情感，什么分裂，什么会，这种是情感式的回应呢、啊？那无去思考，这个人伊背后伊的思想是什么会？所以我一开始我都无讲，伊甲咱当作就是日本人啊啦。唔叫有黄明说，伊若咱当作中国人，当作台湾人是袂安尼说，袂安尼讲的啦。甚至迄、那个白人哦、喔，我一摆伫媒体讲，你们都是中国人干出来的，你们不配做中国人。伊的意思讲，我来家混乱了你的血缘啦。是安尼啊，这些物件你对伊讲的话，后边去思考伊的思想是啥物事，就知影，就知影。台湾的奴性即马变成说只顾感官，食饱看压力上，是不是？这些咱朋友甲咱接，也是咱去甲人讲的时阵，拢差不多拢会拄到一种关怀，叫做啊，你找一个头路通好食就好啊，你不再冲啊，吼、哦，你食会饱就好，不再冲啊。但是呢，食会饱就好哦。咱做人冲啥？是不是？食会饱就好，咱就做底下就好。咱生来做人冲啥？今仔日咱若毋是疼这块土地，咱若毋是疼台湾，咱出世来伫台湾做台湾人，要冲啥？今仔日咱就是因为出世来做台湾人。那我们这是应该要来听这块土地，不是说我出世来台湾这个地方做台湾人，结果看环境很坏，我要移民去做美国人，要去做日本人，要去做德国人，不对啊。我不是说移民这件事不对，是说我们本来就是在这块土地出世，我们就应该是听这块土地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都是听台湾的，啊，不然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没有熟悉啊，是什么款的因素？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的力量？第四个，让咱组织伫遮，要来走这条法律的路。所以，咱干那顾食饱呢？袂当干那顾食饱呢？来，整体台湾的现状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一。朋友，请进来吧。这是太监的声音吗？可以看到整个天空、哦，你可以享受最清凉的井水。欢迎你来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对不起，你的井口实在太狭小了。嗯，我进不去。这样吧，不如你先从水井里出来，看看外面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在大森林里玩耍，还有好多大大小小的鱼在大海里戏水。7:41，最。哎，他做完了吗？他直接关掉。他多迄个影片也跟人讲哦。当然，人即马整体上的现状就是讲。而且，咱感觉咱有国家，咱有政府，咱有军队，咱有民主投票，咱有选举制度，咱有护照，咱有台新台票、金融制度，咱感觉这种都是现台湾的现状。咱个世界就是安尼，咱的理解世界是用咱这种角度来理解，当然无唔对。问题是，这只青蛙活伫这个井内底。伊将来唔捌看到外口是啥物世界，人咧甲讲的时阵，伊安怎想？有人讲透可怜啊，敢会安呢？但是冒一挂好奇心也走出来啊，我想要看卖啊。后来迄只乌龟又摕一条蛇啊，甲伊救起来了。迄条蛇啊，就是国际法啦。咱若透过国际法、国际法来看世界各国甲各国的关系。有一挂媒体的现象，咱就看得出来；有一挂国际甲国际的新闻，
关系性、利害性，咱就了解啊。所以，免怎充实家己，求知、求知识，啊，求知啊，求知物，求知识。求知的过程呢，提问、求答案，你得到答案了，你就会进步。但是这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循环的过程啊，哦，一直不断的循环过程。提问的问啊，问了对哦，来，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题目了哈，一共90%的人拢答错了，哦，90%的人都答错，请问大家。这个算式算下来，这个答案应该是多少？一哦，哎，有人说一呢，刚有其他答案一，十二，各有无？十三，零，一，好，哦，这些答案的哦，刚有比较大的数字吗？有没有？十二哦，嗯，都出名哈，一个题目，咱家40几个人，会当有3种以上的答案。有人开始真认真，开始抄来，开始在记啊，在算啊。来，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提示哈，四则运算的规则是什么？好，这个是第一条。后来，我讲十二嘞，有无？十二，请举手。十二，好，放下来。来，请问你的十二是怎么算出来的？一加一等于零嘛？对。先乘除。对。然后其他的全部加起来。全部加起来。哎，这样不错哦。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一的，刚刚不是有一的吗？哎，一，你怎么算出来一的？啊，所有数乘以零啊，先乘除后加减，你乘除要先解决啊。哎，嘿嘿，有量也变这一。嘿嘿嘿。哎，这个开始也接近真实性的答案了，啊，哦。好了，我们不要在这边停留太久，不然我们的课程没有办法下去。来。有效的提问，正确的求解，就会有产生真实的进步。今天这个题目是要帮助大家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更加多战术的了解啦，哈。因为有的答案是无答案的，啊，有的答案是作者答案的，哈。他拄啊，这位大哥就是伊拄啊的讲法已经有接近我要表达的物件。你看，头先大家看哈。一加一加一加一啊，是一，哎，有人讲了是一啊呢，啊，鬼个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加十一，数学可以这样写吗？不是啦，我说算式可以这样子把它拆成这样写吗？大家有听到吗？伊在解说这个代志，伊在解说这个式子的现象啦。多重分析，多元理解，来，他都在讲的这，啊，另外十二个是安尼算出来，啊，那顶头拢卖个算，哎，这个不是算式，因为它没有接在一起，那我们把它忽略的话，就剩下这一个叫做二，多层次的理解啦。那卖噶，迄个过去，咱小学啊讲啊数学哦，咱就安尼有无？咱无去上课啊，咱就开始算啊，有无？你算。这个题目并我的目的并没有要大家去算出答案，而是让大家说这个题目可以摆列的可能性会有不同的数字的答案。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不要只有单向的，要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多面向的，安尼咱开进步啦。啊，我
大概问一加一等于多少？二，对不对？在数学的领域，这种定义是正确的啦。啊，你若在生物学的领域，其实一只公的蚂蚁跟一只母的蚂蚁生出来的是一窝蚂蚁，好、哦，啊，你不要太执着于答案多少哈，哪个省了呀？啊，哪个省了？来，面对新知，我们要保留一些空间，不要把过去我们学习的东西的感官或者是我们的知识完全封闭起来，然后完全不妥协的，不去认识，啊，还得唔对啦。今日民间会咧甲大家讲国际化的时阵，啊，你讲很准神哦，我听下这种话啊，啊，唔可能去隔壁讲咧，咱办记者会呢，咱办国际参会，有美国的官员来在演讲，啊，这种拢唔去想。哎，用假啦！你请钱来，请一堆迄个外国人来演戏的，食饱先会用功。哦，认知的过程有一个进程啦，吼、哦，认知的是由近而远，由内而外，由己而他，由小而大，从对一个基础开始啊发展出来。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啦。所以我头拄仔讲，认识自己的是由己嘛，认识非自己，唔是家己，啊，得由。由己而外了，哦，由己而他，哦，非自己。啊，你过来，它整合我们的思想、认知的方法。这个讲的看什么哲学啊，是什么会完全用较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讲了哈。演绎跟归纳啊，演绎我刚刚做文绉绉听无，演绎的是推理啊，归纳的是分析啊，啊，这个过程的是靠逻辑。来辩证逻辑来推导啊、哦，这个是认知的方法。来，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啊，地球是圆的啊，扁的，椭圆形的。当这位大智讲椭圆形的时阵，你头壳的椭圆形跟我头壳的椭圆形够同款？不一定哦，你的椭圆形可能是鸡卵形的哦。对不对？啊，我的椭圆形可能是超长迄个椭圆形。啊，大智咧讲的椭圆形可能是足近、足接近圆的椭圆形啊，对不对？啊、哦，较早吼，足古早以前，人类咧认识地球的时阵，由己而外哦，认识我们站的这块星球的时候，有两种说法啦，地平说跟地圆说啦。较早认为讲地球是平，还是讲半圆形，下骹有大象，有一只骨架在嘞，啊，佮有一只大只的蛇安尼牵嘞，吼、哦，啊，这地球顶悬就是安尼，这叫做地平说。所以呢，过去想讲，一直船啊，一直晒到天涯海角，啊，就跌落消消去安尼，死去。过去人类认捌这个地球诶，这个全貌是有限的，所以地平说是这样子的，啊、哦，地平说。当然，这个过去一寡地学家因嘞。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哦，宇宙论啊，等等，这有关系啦。但是后来呢，开始奇怪，这粒是圆的呢，这粒嘛是圆的啊，是不是？啊，咱这地它也是扁的，咱也去思考啊，由己而外，咱往外看的时候，发觉太阳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那我们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去思考啊，咱人的过程在思考啊。咱所看到的地球的相片是安尼，对不对？好，我请问在座的精英，多少人去到空中看到这粒？无嘛？拢是媒体甲咱讲的嘛，美国甲咱讲的嘛，互咱看到讲地球叫做安尼嘛。我要讲的是两件代志，一件代志是讲受的教育，受的知识。是一回事，但是你亲身体验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用迄个电脑把迄设置给加出来，所以互咱看开，亲像好接近咱的领地哦。因地球应该有森林的所在的绿色的，啊，其他的是种土黄色的，啊，海洋的是蓝色的。实际上，日本的卫星拍起哩吼，照开地球的模样是安尼啊，是这种颜色的。在外太空
日本的卫星打出来是这个颜色。啊，现在有这种色，是因为要让我们较容易辨识我们自己的星球。啊，所以我们认知的感觉，我们过去都感觉说地球应该是这个色的。哦，很漂亮的。啊，最近日本拍到的，都没经过解读、修片、调整颜色，啊，原来的色是这样，模糊这样。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麦哲伦写地球几类，然后哦，原来地不是平的，地是球状的，是环状的啦。实际去经验了，这个求知的过程呢、啊，来过来，地动说啊，天动说，是日头写地球，还是地球写日头？啊，日头写地球，还是怎样来讲啦？是用。地动说的是用日头做中心呐、啊，啊地球在叮当，啊所以地球是日头。啊天动说的是用地球做中心，我们是中心，宇宙的中心，啊全世界宇宙的星星、月亮、太阳都绕着我们转，什么是第几种？第一种地动说嘛，因为咱的教育都是安尼哦，是不是？我嘛要问大家啊。实际上，咱看到的是日头晒咱嘛，对不对？咱无人坐太空梭坐个迄宇宙啊，就讲太阳系看到，哎、欸，哦，底下等，哦，对对对对，迄、那个地球晒日头，无，咱无人就有这种经验啊。咱的经验甲咱的认知有可能是冲突的哦。这个希腊哲学，这个亚里士多德伊就讲地心说的是以地为中心呐、啊，所以。日头是安尼说，啊，迄个时阵伊是足巧的人，所以人讲伊讲的拢对。但是实际上去检验了，哎、欸，我看确实唔是安尼哦。所以是以前哦，那个人讲地心说啊，是讲天动说的那种说法啦。他们想象出来、画出来的地球中心啊，其他的星星、月亮还有星座是这样子。以前对宇宙的认知是这样子。文艺复兴啊，启蒙运动等等，开始改变人类对新的代志、对旧的代志的看法，拢开始变了不同啊。所以呢，波兰的哥白尼跟我日心说，因为有望远镜，开始看，无同款啊。这世界已经无同款啊。今仔日的国际法律就是这支望远镜啊。咱透过国际法律来去看世界，都无同款啊。来，国际法律，咱来检验哦。那我头拄啊用的工具就是提问、求解，啊，你得到知识进步，安尼。重解历史，台湾有几族？咱台湾有几族？较早九族文化村有无？咱叫是九族。其实日本时代伊来甲咱研究搁较透彻，哦，十外外个族哦。政府的认定，这是中国政流亡政府了。较早九族伫遮，过来愈来愈侪种，种高沙族，啊叫做平埔族、平埔族、凯达格兰族、凯达格兰就凯达格兰，啊甲格兰做成的哇。道卡斯、巴泽海、巴布拉、吼、哦、猫雾什么，这我唔知。荷安雅、吼、哦、希拉雅、格马兰。少主，啊，看领导在倒位，领导的祖先，那无大移动，来讲恁的阿公阿妈，那是拢住伫迄区，啊，就差不多是迄区迄组的人。阿祖，哦，迄个时阵，那差不多住伫区。啊，我姓潘，迄个如何证明？哦，姓潘的有一个番吗？番里面有一个番，啊，阮这并无错，阮倒是住高雄，哦，西拉雅。啊、希拉雅讲这个希拉雅的支族是这个叫一个，才给我写出来，哦，才无写出来。有一个支族叫做马卡道族，哦，马卡道族。中国刚有五千年的历史，那我开始提问啊，真的有五千年吗？提问的正确的问题就会产生正确的解。就是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那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就会找到真正的答案。第一
个要问的是怎么定义中国啦，第二个要问的是五千年从哪里开始计算的啦，第三个要问的是你怎么定义历史。你哪那个几个几个干懵嘞？干念嘞？这个就是政治性洗脑的用语。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台湾几公四百年，敢不敢四百年？那黑矮人那种文物古迹挖出来拢几百年，啊，看你安怎去算嘛？这张皇帝，你拢算算皇帝啊？啊，那个时阵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人了吗？没有其他的人了？啊，全部人拢皇帝生的吗？那等于圣经讲的亚当夏娃，所有人类始祖叫亚当夏娃，所以我们应该都姓亚，对不对？我姓夏，所以这边有夏，所以是夏娃的后代。啊，阿兰到底亚洲，因为我们姓亚。啊，这个过程五千年的过程，根本就是无同款的族群，伫这块土地成为咱讲最大的族群部落，也是讲最大的那个势力。啊，结果呢，民国。即个中国人呢，用一套思想，把即个物件拢串联起来，叫做中国历史啦。啊，根本的人拢甲你无同款，讲无同款的话，啊，写无同款的字，啊，你拢讲迄种中国人。有看到即个字无？这个甲骨文，吼，是骨壳顶缘写的。啊，你敢读得出来这什么字？咱读不出来啦。咱讲中文字也讲汉字，你看会出来？你用手教你看会出来嘛？啊，根本就无同款的呀，无同款时代啊！啊，你来讲迄种同样的历史，你讲英国古文的英文，甲现代文的英文，诶，英国人伊拢至少佮读会出来，看会出来啊！就是可能艺术小块无同款。啊，你这根本你都看袂出来，你这为啥？这钱哟，这敢是钱？现代的符号哟，唔是啦。好、哦，加这种字刚看得出来，中文字是作水啊，形，用形表意啊、哦。中国的历史，胜利者才有历史诠释学啊、哦，才有历史的诠释权。我赢，我讲的就对。中国的观念是安尼啊，啊、哦，中国的观念是安尼，所以呢。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因所做的是什么动作呢？乱改历史，哦，篡改、涂销、编造、错植、扭曲、洗脑，把这套乌白那个倒起来，啊，给灌伫咱的头壳内，啊，咱的思想就偏差呀。今仔日咱最大的问题是出伫头壳内底，较唔是伫外口，内心咱出的问题出来，出伫内心。纵贯铁路什么人去的？日本讲得好啦，但是呢，伊甲你讲讲唔是呢，刘铭传呢，好吧，乌白加，我估计咧就好啦。日本的道路甲铁轨咯，是左出右回，左去右回，还是右去左回？你去坐车，坐火车你就知道。靠左的啦，帝制、君主制拢是靠左的，英国嘛是靠左的啦。啊，中国的铁轨路嘞，靠右的啦，靠右的啦。对这样你怎样证明啊？你明传你时阵把纵贯铁路起起来，规个拢爱这边盖呢，怕有可能？啊，你也注意个看伊个铁轨路的遐代替遐历史吼。哦，为中明传开始写。啊、一条跳五十档，佫会变中华民国。日本人这段拢无去。纵贯公路，横贯公路上面人拍通诶。有人讲农民啊，所以即马迄个沿海，唔是沿海，沿路拢有带一挂砖头，拢有老农民。来，塔罗谷，塔罗谷。泰鲁格
泰鲁格，日本时代，咱的阿公阿妈因拍通的啦，啊因来，有啊因农民有拍英民，不是农民，英民有拍通一小段安尼啦，啊就规个功劳拢变因的啊，啊就开始洗脑，讲哦你看，阮思想偌济啦，吼、哦，啊用迄个炸药啊，不改，那讲山东甲澎康有啥无共？山东是天然的啦，啊，崩坑就是用炸药去甲崩出来的坑啦，叫做崩坑啦。我唔是我未讲的呢，真正是安尼呢，哦，真正是安尼呢。来，只要这条歌客家本色知影无？咱叫客家人有无？有啊，乡音啊，哦，即同山过台湾，莫办点子？哎，这条歌敢是民谣？不是啦，一是民歌，他是在那个民国78年创作的，他不是古调哦，他是创作的哦。创作的意思就是说哈、哦，他本来没有，啊，因为现代需要一个环境的氛围，他需要把它创造出来，对我们的感情上面有抒发，有，其实你也看得见的，再来角度有洗脑的动作的作用啊，哦。来，我问大家啦哈，那侬讲登山公无登山吗？啊，唐山过台湾没有半点钱，啊，你没有半点钱，你怎么过台湾？你没有半点钱，你怎么？你嘴昨天干么急？你怎么来到台湾呢、啊？你游泳哦？哦啊，加姜哦，加醋，啉醋哈，哦，几十年。这是这个时代创造出来的啦，哦，啊，有真济广东的所谓的客家人是对因来，啊，这些资源也掌控在他们身上，哦。下面两殖民台湾，咱过去拢讲，哎，日本殖民台湾呢，你叫那黄明说，哇，大家，我嘛是用提问，然后求解，啊，那个了解知道真相之后。再来就会进步了。来，殖民 ，clone 就自根呐、啊，复制人嘛是 clone， 无性生殖的是 clone 啊、哦，殖民的是 colonial， 殖民地是 colony， 殖民的是为这个字发展出来的啊、哦、，colony 殖民地，啊，殖民是什么意思？殖民的是这是殖民主义啦，啊、哦、，colonialism。啊，什么 ISM 这东西主义，伊叫我讲啊，就是用政策啦，对这个、对你这个控制，诶，这个国家啦，哦，几个国家呢？所你所占领的国家呢，对这个、土地呢，叫做 exploiting it 啊 ，economy， 对这个土地有经济性诶那个产出啦，但、就是你控制用政策啦，用你的。以你的頂頂的主管，把這塊土地經營，啊，讓它生產有這個經濟效力，叫做殖民主義。過去是這樣，啊，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要用到這些在這個土地的人嘛，是不是？你這個土地的人不要政策，你要教他也要政策。啊，但是一開始你話不通，你要教他你的話，因為你的知识，也是讲你的文明较悬，你爱家教，啊教教伊会晓，啊伊生产出来物件，会当供给你用，这个过程叫做殖民，哈、哦，这个过程叫做殖民。台湾是大清的殖民地，也是大清的领土，啊是殖民地啊，领土咱台湾，领土。唔对，有法度挂的是殖民地，唔是领土。嘿，大刀兵，国际法内底，那是领土是袂当挂的哦。啊，殖民地就会使挂，哦，殖民地就是南山巴啦，会使挂。哦，比如我今日生一个，咱讲肉皮啊，啊，我这人挂，啊，你无可能叫我把手挂断吧？哦，神圣不可分割的是我的手啦。啊，我今日生一粒瘤，我就把瘤挂掉。哦，殖民地大概迄个概念是安尼。
台湾那是大清的领土啦，咱设数啦吼，咱若假设讲台湾是大清的领土啦，那是领土的话啦，咱对建筑物的角度来想啊，这是新竹的这个迎西门，清朝的嘛，是不是？这有老的有无？有无？有来，这台北的嘛，那我看，那拢我看了这嘛，对不对？啊，这是遮阳。永春嘛有，我无甲藏起来，他住在台北的，啊，这是遮阳南门，啊，这红毛城、红门城，啊，水泥叫做红门头，吼、哦，红毛土啦，啊，红毛土呢，就是咱在讲的，就是外国来啊，这些人吼、哦，伊他们是。金色啦，是也是讲黄红色，接近红色，那能够嗯红门红门啦，吼、哦。红毛城，啊，这是热兰遮城。热兰遮城，刚才在倒位？这热兰遮，就是荷兰文啦，荷兰时期起的啦，伫台南啦，热兰遮城。来，家己的领土。你家己的领土，你想要起啥？我来提问啊！咱都看到的是大清留落来，还是讲西班牙人留落来，还是讲荷兰人留落来，拢留一个城出来，留落来，遐古迹，咱来去思考，伊那是家己的领土，你想要爱起啥？起啥就是一种碉堡嘛，是一种防卫性的物件嘛。我起啥围起来就是。以防人来甲我抢嘛，是不是？啊，你若来台湾起城，表示台湾敢是你的？不是啊，台湾敢是你的？日本人敢来台湾起城？美国敢有伫美国内底甲你起城？你若去占一个所在，过去的概念就是，你赶紧起一个碉堡起来。啊，碉堡起了，的时阵就去甲起一个较大的城。城墙就是要预防外敌入侵啦、啊。就是有一个你甲我，有一个咱甲别人，安尼要预防入侵的啦。所以唔只要有通关啊，所以呢，这种时代就是过去咱讲部落式形态啦，吼、哦、部落式形态啦。所以你敢捌看过日本人伫台湾起城，去用扁柏留落来啊？这《三国志》的游戏哈，这个图就可以解释过去。中国，因讲的五千年历史，这块土地的人的朝代拢是安尼啦。一个所在就该起一城，一个所在就起一城，吼、哦、啊，起一个关，什么关山海关，什么嘉峪关等等，啊，伊家做这根据地，啊，根据地了也拍白的所在，啊，就一个一个占开，一个一个占开。三国志的是这种游戏，吼、哦，所以他还停留在部落式的国家形态哦。所以你来看。这就是势力范围了哦，上面说，所以呢，《三国演义》哦，桂五关占六将，有无？啊，现在桂五关它有六将，就是迄关甲关中间一个将军，还是一个将，底下固守啦。啊，头前加落，你就是六个将啊。好，啊，迄就是关跟关之间啊，那个。盖城这件事情，就是证明一件事情：这个土地并不是你的武力完全征服掉的啦，你才会有那种防御性的城门存在啦。来，咱对服装来看啦哈，这什么衫？旗袍是多几个诶？有人讲旗人，旗人是什么人？满洲诶，有人做清楚哦。那咱讲这中国衫。其实不是呢，是满洲、满清、满人，伊那叫做旗人，因的传统服装啦。啊，所以中国人被满化了，然后把这个都说，把这个拿来说，这个是中国的衣服，然后就说是满洲人被汉化，点得共啊，是因被满化了。所以你来看，旗人啊，伊就有原文哦，满洲文呢。咱刚看有，看无啊？爱讲这因中国人了，你打个物件呐？
走入去因内底，啊，人家通知了，啊，伊就讲迄中国人啊。所以我也做五万吼，美国甲规个中国征服，安尼美国就变中国人了。好、哦，在起跑了。马褂嘛，赶快呢，这嘛是满洲人的衣服啊，长袍马褂嘛。哎，拢讲在中国啊，啊，人咧用无同款的文字啊，无同款的话啊，所以台湾人是被满化，不是被汉化哦。咱过去伫大清的时代，我们是被满化了。马街百五年以前，伊来台湾，咱来伊来扮吹气，你看伊的服装就是一种探险家，一种西方，哦，西方的医生的那种。那种服装，啊，迄个时阵，咱因为被满化啊，留这个辫子，啊，你看咱穿的衫裤、马褂、旗袍，我们是被满化的，不是被汉化了，哦。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还是领土？领土？为什么？殖民地为什么？咱今仔日读法律了，你当然人会甲你问啊，足侪物件人会甲你问啊。啊，咱去思考，咱毋知，当来问，还是问酒内底较资深的东西，啊，无人会甲你挑战嘛。你要甲人讲这件好消息的时阵，人讲啊，你是啥物货？人甲你问了，我得意。殖民地还是领土？什么是领土？什么？教书啊！哦，我读多少过嘛？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数学题目哈，我们不要只有单一项的答案。我那是我这我会讲解释啊。在这个时间点，下关条约之后，一直到诏书下之前。这段期间我称为殖民地，在诏书颁布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之后称为领土，哦，我不跟我的你要多层次的去理解跟解释，啊，不然他给你吐一句话，欸，啊，你如果说殖民地，啊，为什么发生，你如果说领土，为什么自己的领土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人，塞德克大巴来他给你问了，啊，你就遇到这种问题，为什么他要杀自己人？啊，我们要抗日啊，等等，你要你唔敢拢该睡未了啦。你伫殖民地的过程，你有一挂反抗，伊是占领者，伊就是讲有一种军事武力的，他会平乱啊，这是做正常的，哦，这是做正常的。啊，对教书以后，因为咱会当做议员啦，会当参政，这是。这个原因，所以等到这个时间以后，才变成领土了。啊，就是因为这张民政户口，我都有立场、有立足点存在啊。因为这张，嘛是因为这张，咱无法度行台独的路线啦。因为咱已经是领土啊，咱若是民地，会当依照国际。一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自觉哦，人权宣言的人民自觉那个路线，走那个所谓的独立路线呢？啊，足侪人外靠有真侪讲法，诶，歧义点就是分歧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章啦。有的人无承认这张啦，啊，这张哪要洗头安怎呢？没哪好洗头，刚才。把皇帝取消掉就七号了啦，日本天皇这皇帝取消掉就七号，但是日本对迄时阵到今嘛，天皇搁伫咧嘛，是不是？这个皇字都还在啊，那这种东西都是存在的啦。美国因为时间伤久无效益啦，我跟阮太太结婚超过三个月，新鲜期无效益，所以伊唔喜欢太太，干嘛呢？无可能啦，哦。法律上的有效期限，我跟我太太的婚约的终止日期的是其中一方过世了啦，那个就是终止日期啊，哦，来。
殖民地比一比啊，殖民地比一比啊，我们如果是日本的殖民地，以及支那流亡政权来这边，从1945年来这边70年，跟大日本帝国来这边，哦，都把它当作殖民好了。50年，我们来比一比，看谁是殖民。一间六港诶，千条，这间百几年啊，这有留落来无？有没有留下来？有嘛？哈，还在嘛？对不对？啊，他为什么还在？日本有没有把它铲除掉？日本有没有因为它是前朝的东西，我把它破坏掉？有把它，很多人，很多人来这拜关帝爷，对关帝爷有信用，有一群信徒，有情感在这，啊，他才说啊，这不是我这国的，我把你毁灭掉的，啊，把它改做神社，敢有呢？没啦，啊，还留下来啊。而且呢，这个前朝的东西一直到流亡政府，还可以来拿来，因为对伊的洗脑有作用啊！啊，你看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所以伊才留下来了。啊，那无作用呢，就拢拆掉伊啊。这是玉山的神社，拆掉伊啊。他也在在上关的时候，你起神社，所以支那文化前朝的东西不符合。政治利益，啊，我把它消灭掉，给它铲除掉，为了要帮助他的政权巩固啊，洗脑人民啊，让你过去的记忆、你的情感、你的历史的那些认知完全消灭掉，改成我的，是安尼。所以你来，你看，伊来起新的，拢起这种有无？中国式的嘛，你伊这30几栋尔，伊讲古迹啊，啊，100几栋给它拆掉啊。啊，30几栋那边个拆掉工，未使古迹呢。过去人，他们来带了他们的传统的建筑，对不对？啊，日本来也有带传统的建筑啊，无可厚非啊。每个人都会想要用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文化的东西建筑在这块新的土地上，让他们的这个精神或者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能够传递下去啊。但是呢，他们来只有这个东西啊，其他的就烂掉了，烂去啊！你看，公山车头，以前公山车头是茶的哦。在我做学生的时代，无莫名其妙火烧，现在莫名其妙火烧，所有的古迹吼，莫名其妙火烧的，拢会自焚呢。在支那六王政府的前提之下，伊若要起新的，拢会。莫名其妙会烧，啊，就派去，啊，就烧去，啊，就人为纵火嘛。啊，砌出来拢这种砌出啊，你啊看，能用车站你就砌砌出啊，然后用平平，你用建筑科咧讲的，就是讲砌出来中国来遮砌出来公共建设拢是量体模，啥物叫量体模？就是用玻璃弄挂迄款的，规地迄种量体模，砌出来拢无啥物美感啊。你本来伊唔但是家家己嘅文化抓来呢，伊连欧美上介水嘅物件拢甲起伫咱台湾，这是日本文化呢，这是欧美文化呢，巴洛克式建筑呢。啊，中国人来起嘅工厂就是种铁柱啊，平平有无？你想讲啊你的工厂呢？你要起偌水啊？平平啊，开窗啊，啊，火烧厝走会出去，安尼就好啊啦，对不对？迄文化的战术足简单足浅的，这嘛是工厂呢。日本时代，这个那个米村啊，是讲这是伫这个咸水的所在，台南咸水的所在。你感觉这起了水无？至少比这。差开差足多啊吧！啊，人工厂的，咱起只水，啊，你着起一个铁厝啊，是不是？那伊也比较嘛，这做翁仔计会使啦。好来，你甲看，无共时间点，日本人来，
伊讲，本岛宫庙的咱讲寺院爱保存呢，伊落命令袂上听呢。那除非讲你有军事用途呀，要军用会当甲借用，伊无甲咱听呢。啊，因这个唔是呢，因这唔是呢。哦，你叫我写，你看，关于神社牌坊鸟居，哦，什么灯柱等日人遗物，对我文化及思想有影响，予以拆除。你来看这种证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老一辈讲的偷票捐款，偷票捐款就是这种的。那跟我文化的，跟我文化无关系，我拢给你拆掉去。啊，跟他们文化有关系就留下来，所以台清那些东西都留下来。是這樣，你对建筑物这件事你就能看到这些东西。这以前叫做什么？台北帝国大学，对不对？简称台大。啊，现在变成国立台湾大学。啊，因为他不是帝国啊，他小国，他连国都不是，所以就被人坑了。啊，但是说国立，他的国立就是他刚才说的我国啊，我国。你要看语言教育的话，那你说语言教育，我要说国语不说方言，有吧？小孩子有拄到这种禁你讲台语的，有吧？有的举手一下，我看看。真好，我们有共同的悲惨的记忆。我细汉的时阵，我就想讲奇怪，我跟阮阿公阿妈就讲台语啊，啊去到学校袂使讲，为什么？啊讲了搁要罚钱，我平常时也无啥物钱的，啊罚钱的时阵搁爱骗母啊讲啊我因为要交啥物费，那足可怜的呢？这小学生因为讲家己的爸母话，啊去用罚钱，搁爱讲白贼骗老爸老。讲我因为学校要交什么费，啊你给我钱，啊来教我讲母语，诶，这个罚金，啊，这个到你咪到办公室的时阵，无张持，讲着台语，你就爱想讲啊，这个有台语，后面那个罚则国语，你知道？哎呀，你就爱伫遐硬拗啦，你来看这個。文字啦，吼、哦，课教材啊，汉字啊有注音，有无？我怎么在想这吼、個？对咱的启蒙运动有对台湾人的启蒙有什么意义啊？你给他读下去，这我说小孩有读过。我的书包，背书包上学去。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我有四本书，我有三支笔，还有一个小啤酒也在我的书包里。这有上面文学美感吗？那我啊，读这是要创啥？学字，对啊，来，我们来看拼音这件事情哈。Purple Morpho 本身是一个拼音系统，但是你耳 Purple Morpho， 你等于个的耳另外一组的字的系统啦，因为伊无法度甲世界通用啊。因为 Purple Morpho 本身也是形啊，它从汉字取形出来嘛。啊、你搁用头壳硬记这个形，叫做什么音？啊，搁来个注汉字。较早百五当前，外国人来个罗马字的系统，肯定来台湾使用。所以咱读作的话，差不多拢会当用罗马字系统、拼音系统来拼出来。啊，这一套系统呢，可以用到国外去学第二外语，很容易接轨上面。但是你学中文，你学波波波波，你在学英文、法文、德文都好，你又要重新学习，你根本就无跟世界接轨了。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已经有这个东西了，他不用，家己个创造波波波波。这些物件，这罗马字其实也可以拼中文哦，所以现在有拼音输入法。你不毛国语政策啊？是不是？伊有推广日语嘛？哦，日怎么买？迄个时阵买个国语啊？你哪有国语？你哪有达到一个级数？你变成国语家庭了？啊，有颁发证书了。
无可厚非啦，这无可厚非啦。你也看迄个时阵教材嘛是汉字啊，嘛是有拼音系统啊。但是你学这个五十音学二诶，你汉字会当注音出来，学汉字更真正确。啊，你拼音系统，拼假名、骗假名，骗假名又可以学外国语言，拼外国的文字啊。这就是日本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废掉这个罗马字系统哦。伊尊重在地使用的拼音系统啊，所以你来看这个时间，1928年，日本时代嘛，伊要甲废掉啊，啊，恁咧使用这个人，你继续使用啊，只是阮加一个日本话50音二去增加啦。啊，但是因来就废掉啦，是安怎？有一个政治目的啊，因为你声音我看无。啊！你也通匪，你也通外国势力，这种他自己的政权没有正当性的时候，很容易怀疑其他的颠覆他的因素的可能性呐、啊。啊，所以这种物件就废掉呀。因来70年，无意思了了啦，是不是？少年啊，20岁以下有多几个有法度？专程用伊个母语来讲，我唔是独尊台语哈，因为你个爸母话，你爸爸妈妈讲什么话，你就是什么人，什么话讲什么话，所以你如果是客家人，你应该把你的客家语言学好。你是高沙族的，你是达悟族的，你是什么阿美族的，你要把你的语言学习好啊，保留那个语言的存在啊，不然。你说你是什么人，结果你那一族的语言消失了，你不会讲了。语言是民族那个民族的胎记啊。啊，你那个不东西不见了。像咱北部做的差不多拢无呀。70年无意思啊。啊，日本50年的所谓的皇民化教育，就是讲日语的国语教育。那你老爸老母是不是各个要讲北部的？对不对？啊，上面两个殖民。你用这个角度来想嘛，什么人在殖民嘛？什么人把你原来的文化都铲除掉了嘛？这就是啊，日本时代到这种东西，你看50年老店，用这50栋，这么老店这单位啦，这个老店吼，一行鸟仔包行50栋啊啦，一行鸟仔包行什么鸟？不是。伯老鸟，支那人来的东饮的文化就是饮食文化了。你把饮食这件事情，你讲我咧讲这代志，你讲你唔通唔能够假崩啊？唔是这意思，是讲饮食文化已经发展过度了，导致你把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的饮食拿掉，哇、啊，它却没有文化、啊。你去食的物件，你食个艺术品，你看故宫嘛是假的嘛，有无？大白菜啊！是咪食？东坡肉，有一个石头做成东坡肉，嘛是食的啊。规中国文化就是食的文化，我嘛是做西食的啦。啊，伯老鸟烤来吃，紧抓盗猎超拼命，因为咧即卖有迄个意识形态要保护这些保育类动物嘛。你爱看咱的文明差偌济哦。过去日本时代，才有写无期保护，才有写有足侪鸟啊，咱拢毋听过啊，什么牛屎鸟哦，告天鸟、燕子、啄木鸟、杜鹃、布谷鸟哦，啊，这猫头、伯劳，有无？被保育嘞，被下令保育嘞，才够有写，才有写又15鸟能够除害虫，列入永年物列之。哦、有其保护叫我竹鸡我爹给啊给这竹鸡、哦、啊叫这些这种鸟啊在这里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文明会知道要保护在地品种的这些鸟啊，这不是很文明很高的一个
最准的一个 国家的时代吗？来，台湾的媒体可以相信吗？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相信？假的，啊，人也有说真的，只是你感觉是假的啊。哦，说真的都不信，啊，说假的一直信，啊，你们是怎会来民政府？朋友跟你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是说假的不爱信。哦，就是说假的才信哦。诶，这个是，这是一个那个操作的方法哦，哈、哦。我大概看一下啦，哈、哦，大概现在开始授课啊，这有多几只？无同款，媒体吼、哦，有时啊呢，真的是真的，啊，听拢假的。啊，但是咱在这边看，哎，这拢真的，啊，这只假的啦。其实有当时啊，在这边啦，吼、哦，啊，雄雄看讲，哎，咱即卖看媒体得手的人是安尼，目睭眯着，啊，拢同款呐。哎，你搁真足看者。哎呦，不敢看哦，这把酒较大路安尼哦，无你去爱个斟酌看一下。哎，阿姨的鼻也太安尼，还是鸟啊？这怎么是鸟啊呢？所以咱咧看媒体的时阵吼，爱去思考，爱去认捌，怎样讲？哎，这俩对讲的物件，上面会提问啊，然后再去寻找解答，然后就会得到进步。这个新闻出问题出在对，哎，有人看出来哦，问题出在对，这不是笑哈，哎，才讲二十公分的深度，佮查来讲，一支温度计查来讲，哦，这二十公分的深度，这不是笑哦。大家来找茬，来，这个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哎，有人回答对了哦。就讲哦，这个战车哦，台就是告示足侪人啦。阿公没有后照镜的关系啦，啊，也没有倒车雷达，所以告示足侪人。对一台战车有倒车雷达，哦啊，倒车的时候还会唱出《年巴达》啊！来，这出现什么问题？小朋友来这个游泳池，记者敢问讲你来这边玩什么了？啊，我们大概一共，我来游泳池这边洗衣服。记者当时拢来问一个足奇怪的问题啊，请问爸爸水灾啊，受灾户哦，那你现在的感受怎样？会不会很痛苦？啊，顶边无一个人手一个等伊，吼、哦。啊，这个马先生就讲，拍断手骨顶得用。你来听看啊，吃辣啦，这叫做媒体呢。来，这张出现什么问题？啊，3000公尺走12秒，时速900公里啦。哦，啊，时速900公里，你做恐怖的呢？哦，啊，这出现什么问题？要给你call出来了。今年中秋适逢满月啊，所以去年没有满月哦。中秋节对一当不是满月的，那么满月。中秋节就是满月，干唔只叫中秋节，就是秋天中间，每一个季节有三个月嘛，哈啊，中间的那一个月的中间那一日叫做中秋节啦。好，中秋节，所以8月15嘛，你用农历的去算嘛，哦，春天就是1、2、3，夏天就是4、5、6，啊，秋天就是7、8、9，
那八就是中间的月，那八月的中间那一天就是八月十五号，定为中秋节了。我一拜个，把这个讲完，讲完老师听，我老师说你搞我唬人，很不要紧啦，老师嘛，好，来，这出现什么问题？天牛是迄种，咱讲迄个海棠吼，昆虫嘛。阿泰，天牛翻身，佮产生地震，吼、哦，还是水牛？嗯。而且这种物，这种测误，就是你会通看出来讲，你也看这花式的啦，吼、哦，哦，新浪在中国的啊，伊这就是引用，啊，拢一个唔对，就全部拢唔对。这出现什么问题？咱那先看地理概念的，不是？这泰国对不对？马来西亚对啦哈？斯里兰卡，啊，这上面所在，甘是？印度啦，啊，刷印，啊刷。啊，所以印度无去啊，从非洲走来这边啊。啊，所以人家讲，哦，几分钟到达非洲，那个做虾米啦？哦，啊，这出现什么问题？我希望大家看这拢爱去搁小块思考者，因为咱看新闻，有些拢无去思考，啊，都被糊弄过去了，被带过去。啊？不是。英文几个字母？哎，下二十四级生命数，他只懂。A 跟 B， 其他的都不懂，所以就二十四。当然有可能上字幕的人打错了，哦，当然有可能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讲，你那个眼光的那个敏感度，要去掌握到文字跟语言跟声音的那些东西啊，哈、哦。来，这都会出唔对。啊，我感觉这个还够可怜的啦。陈志忠吼，讲因陈志忠讲因老母的身形已经是风中的舟楫啊，残烛残留下来的蜡烛啊，哦，风吹的倒啊嘛，啊伊讲风中残烛啊。来，这问题出在倒位？哎呀，怎样哈？伊讲哦，哦，灵骨转仙术哦，做好坦，做好坦，我好坦，八千年赚三万，八千年赚三万，你一工赚偌济？可能一角都无够哦，足艰苦的。这应该是三年赚八千万，还是讲八年赚三千万？安尼嘛较有通哦，啊就哦，八千年赚三万，这你偌好坦，我都唔相信。除非这可能是天国币啊。一块差不多一亿美金，安尼就好赚了。哎，不过你要活到八千年哦，那也无可能啊！哈、哦，这都会出问题。你抗议，我唔要抗议啊！侪人诶咧，一千八百万人伫凯道，全台湾敢两千三百万到四百万人，那么高雄诶人拢伫凯道啊！你知影凯道偌恐怖啊？这出什么问题？看吧，有一个测验啦，讲记者吼、哦、来专做做侪台媒体拢甲叫来，记者拢叫来测 IQ， 测出来讲平均无到三十。啊，你知影咱媒体出现偌严重的问题啊吧？做侪物件是无记者本身就已经无思考，无帮咱过滤，无帮咱做一个一挂对照，伊只是甲。物件 copy 来，啊，等候大家尔。
甚至的判断，搁是错误的判断。所以咱就拢一直安尼吸收啦，啊吸收就错误，啊就无效益啊。咱嘛会对待安尼产生这种错误的判断啦。我们看一下影片二哦，这跟新闻有一点点类似哦。今天现场赶快为您插播了，这是日月潭万人涌渡，今天登场了。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你也怎样哦？日月潭哈、哦，打当起龙舞这些横渡的那个游泳，啊，全台湾2300万人，啊，伊家讲2500万人伫遮游泳，迄水哦，规种溢出来打伊。啊，2300万才去加200万啊，入客，是不是？啊，所以吼、哦，你得看这种新闻吼、哦，这万啊提掉的，小可较正常啊，哈、哦。啊，所以吼、哦，你若有朋友要去日月潭游泳，你也讲唔通，你人啊未到，你就开始啊，哈、哦。好，这个关掉。看新闻媒体的时阵，伊足紧诶。新闻媒体的节奏非常快，大概3到5分钟，它是一节的新闻，一个新闻啊，伊就报啊，伊拢是剪接过的，所以咧采访民间会的时阵，可能采访一点钟，但是加开剩3分钟。啊，你也想一点钟会用讲的物件，伊三分钟加来剩偌济物件，所以媒体的报道一定会产生扭曲啦，一定会产生扭曲啦。所以呢，咱台湾的媒体其实是全面对民间户。做起啦，对民政府全面的封锁，对国际的媒体的一寡消息嘛是拢封锁的。即摆中国甲迄个俄罗斯、苏联、甲日本、甲美国，即互相的一寡国际互动的关系，咱拢唔知啊。除非你透过网络，从英文的界面去了解，不然你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啊。哦，啊，台湾媒体最近开始有一寡现象，我去观察到了哈、哦。你注意看，两岸即最近发生的嘛哈，5月5号呢。两岸同属一中，对不对？你想到科技班应该要知道这个讲法啦。两岸同属一中，对不对？不对，哪里不对？哎呀，不跟你讲，我偷偷不讲，你要提出问题啊。两岸的定义是什么？哪里两岸呢、啊？咱跟菲律宾嘛两岸，咱跟美国嘛两岸，咱跟日本嘛两岸，咱跟澎湖嘛两岸，澎湖跟金门嘛两岸，金门跟福建，马祖跟福建嘛是两岸。因内底因的观念的两岸，伊已经把台湾当作是因的土地啊啦。但是呢，全世界拢知影讲，两岸迄个意义就是中国人的两岸，中国的领土伫主权伫国际法的定义内底，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甲福建是两岸嘛。所以，伊讲两岸从属于中，伊的思想内底当然有包含台湾啦。但是实际上，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内底根本就无台湾甲澎湖啊。所以当伊咧讲两岸的时阵，你唔免甲台湾朋友甲伊打落去，甲伊散开啦。因咧讲的两岸就是金门、马祖甲中国啦。啊，两岸的中国人就是因家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甲还在里面的中国人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啦。所以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属于一中，无唔对啊。两岸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个两岸啊，它同属一中啊。啊，咱台湾呢，跟伊根本就无关系啊。因要回去，咱来拍婆啊，甲鼓励，赶紧回去，拜托恁回去，卖搁伫遮。但是咱一堆人呢，哇，你卖回去啦，恁回去创啥？那咱一挂人就是情感绑在这里面啊。所以吼、哦，恁若讲一个啥物话啊，惨啊，咱要去用统一，咱要去统一，是啥物人要统一？是中国人想要统一啦、啊，啊！你什么人？台湾人，啊！你讲想要统一，无嘛？是安尼嘛？咱得来去问认捌家己是什么人嘛？咱也唔知咱家己是什么人，咱得一直伫情感线顶面互绑架，得一直互拖咧行。啊！咱今日去拿回去，爱甲这些人亲人朋友甲救出来，啊！无咱的思想得一直停留伫遮。来，你注意看吼、哦，这两当前的新闻，台南市政府开始。要重现中正路旧景，伊讲的是这个较早叫做迄个莫广町呐、啊，哦，莫广町这个街区是日本时代老的一个
风貌。这台南知事官府，就是咱讲这个台南州，哦，台南州的知事就是州长了的官府，那个恢复。我看他读册的时代，这个拢放咧爬行，拢无咧甲整理，啊，即马开始整理啊。啊，你啊看这個，台中神社鸟居林佳龙公他想要重建了。然后苗栗的通霄神社事务所正在开始催促抢修。这是我头拄啊讲的这个咸水的一个美村，哎呀，来改做电影院、戏院。啊，即马去甲恢复变成观光景点。另一件代志，日本建筑、日本时代的产物开始在恢复，开始在恢复哦，开始大家去注重这些物件哦。啊，无较早哦，这种物件拢讲哎有贵啊，有无？还无人住嘛，还有贵啊。啊，这些物件开始恢复，但是台湾人恢复这些的观念还是用。他都要跟我中国传统文化吃的文化的观念在里面，消费的文化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要开始抽离，要切断这些东西。来，台湾人法治的观念从哪里开始的？看不知道 law的翻译叫啥？这东西law法律啊，这东西法律的名词啦 ，record 啦，什么 proposal 啊，怎么叫有的无的加？这东西法律规律、定律、法规哈、哦、法则、原则，真的就是法律从自然找到的啦。好，人对自然认识到宇宙、大自然、地球有一种规律，有一种规则，然后开始知道这些东西。它是有矛盾的，或者是相冲突的，或者是它有同一性的等等，慢慢理解这些东西，对它的理性开始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不对？中国跟咱改嘛，中国人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停留在家、啊，因为中国人的思维里面，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啦，它并没有国际法的概念呢。没有国际法的概念、啊、所以中国人伊感觉伊是天朝，你知道吧？天朝就是我是全世界上强上大的，我是天子，这个天受命于我管理天下，所以中国的天下就是迄块领土，迄块亚洲，迄块叫做天下啦。啊，家有家天朝，天朝上国，天朝大国家，这物件，天朝就是古代中华文化圈国家对。中国正统皇朝的官方称呼，因为这个观念，所以地主到伊无法度，把伊的知识、把伊的观念提升啊，把触角延展出去，所以外国人啊来，伊拢感觉人比伊较低，所以产生礼仪之争啊。所以你啊看，这跪一脚袂使呢，爱跪两脚呢。礼仪之争的、就是，你来，你这个外国宣教士啊，你的外国人来家。你看到我皇帝，你就要两脚拢跪了。啊，咱外国无咧跪两脚啦，对国王、女王啥物货拢嘛一脚。有特殊情形是跪两脚啦。你要被册封成国王的时候，最高权位者把他的皇冠册，就是加冕哦，冕就是冠冕皇冠加在你身上，把权力转移给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跪两个脚，对两脚的啦。啊，对伊来讲，啊，你也叫伊跪两脚，伊的文化的观念是不是？哦，安尼表示你的皇位要传承给他。啊，礼仪之争，都在差这啊。啊，所以法律的层面里面产生的道德法，这几个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不同的东西，文字，然后有。文字之后，文字系统之后开始会记录这种文字上的律法。另外，我改称个这国王律法的是讲，皇帝讲啥的是啥，一句话就马上成为律法。哦，一句话马上成为律法。啊，你甲看过去荷兰时代来，荷兰时代的噶罗马字系统带给我们的，左边呢，这是荷兰的那种语文，右边是。那时候希腊雅的罗马拼音的语文，好，这是
马太福音书，迄阵就翻译圣经啊。啊，迄个时阵就咧使用这个物件，所以呢，那签约，迄个时阵都签约这件代志啊。咱本土台湾人开始接受外国来的文明，咱知影讲哦，原来有法律这个物件，原来土地的买卖爱签约，原来足侪物件爱签约，所以有这个约。法律的观念就为这来，所以你若讲伫清朝的时代一直签，啊，迄个时阵呢，即、這个新港文啊，是讲即个拼音文、罗马拼音系统都还存在的，所以他在签约这件事情上，他就知道哦，原来要做这个，就是对照式的那种这个约定了哈。在这里，法治的观念慢慢的产生的啦。即、這个嘛是，啊，较早我那是编无作的话，无咧刻印啦。啊，无刻印啊，喏，邓秋博啊，啊，邓秋博，这叫做手模字，邓秋博。但民间会的论述叫做日俗美战啊。初级班的概念，你也想初级班，你应该爱加也爱有啊，基本观念，这个像才咧论咧讲诶，吼啊，但是唔是讲这两句背开，天下无敌呢？你人甲你的朋友讲。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请你申论题，请你解释流亡政府是什么？啊，不得就地合法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占领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得移转主权？民间户的主张伫遮主权。啊，占领伫遮，啊，遵循万国公法，不得移转主权，的概念伫遮，啊，咱要正常化，啊，足侪咱的甲咱有关系的法，国际法就伫遮，啊，这是咱的立场甲做法的。所以呢，提问寻求解答，得到进步。问流亡政府是什么意思？武装难民什么？国际法、战争法是什么？什么又是军事占领？什么叫戒严呢、啊？难怪有戒严，对不对？啊，戒严怎么来的？他是凭借什么来戒严的？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荒谬了、啊。你还读一个《新台湾论》，你干嘛做喊呢？什么一个主权？什么一个条约？什么一个协议？什么一个君主制宪的国家？什么一个共和立宪的国家？这每一个物件拢是足深，还是讲足大，还是讲足侪资料的概念？当然无可能真短时间甲大家讲哦真清楚啦，哦，我尽量用迄种较简单的方式甲大家解说。但是这种物件太过简单化，煞会失去足侪较正确的资讯啦，哦。啊，这就是咱的新闻证，这种新闻证大家有办无？有啦吼。这张是样本哦，这甲咱真正特地的新闻证有小可无同哦，文字上个一寡物件有小可无同哦。你来看遮，这就是咱找着咱的身份有关的这个法律的条文啦、啊，战争法啦，加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军事管辖下的台湾啦、啊，这就是军事占领啦、啊，三个公报啦、啊，台湾关系法等等，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二 B、四 B、二十三 A。我大概看一下，美国军事政府会当甲咱处理咱的土地的问题，就是这啦；处理咱的国籍问题，就是这个四 B 啦。那二 B， 因为咱日本放弃了台湾，可是那个主权还没有确定啊。我讲的确定的意思，就是讲伊属于日本天皇，但是这主权不是咱的，咱今天去爱去找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啦。啊，二十三条加有下来，主要占领全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对象，所以唔叫咱去割鼻孔。啊，咱去开记者会，四季酒店开记者会，秘书长胡林啊，咱去割鼻孔呢？有人讲，啊，美国人达每一当拢嘛咧割鼻孔政府，啊，恁割鼻孔政府有啥物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哦！咱敢是美国人，啊，谁人会当割美国？这个身份甲关系，都这个，咱讲有迄个关系性啊，是讲有那个蹊跷在里面呢、啊。做侪人唔知讲咱谁人割美国啊？
啊，这就是去国际迄个饭店，啊，会当放咱的机啊。夫人吼、哦，真委屈。过去这个时间嘛去开一个记者会，结果呢，产生一个事件叫做四零五事件，啊，分裂，啊，伊甲咱一挂同心走倒来。结果呢，迄阵人呢，讲伊所做中共同路人。啊！伊时阵，我嘛在想讲，民政府到底啊真啊假的啊？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我提问，那求解答，然后得到真正的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伊讲伊就是因为美国人知影伊是中共的间谍，啊，所以呢，伊赶紧走回来，无让伊抓到。啊，你若真正是中共的间谍，啊，美国人佫知影，啊，你走会去哦？你若佫伫美国，你走会去哦？啊、这个谎言呢？这个谣言啊，是讲这个抹黑的事件呢，就在同年的九月，一个召开开会，个召开美国。奇怪啊，这个中共同路人，这个共匪啊，是讲这个间谍怎么又跑回去美国开记者会了？破灭了嘛？这个谎言，这个抹黑就破灭了嘛？啊，所以今年可以开会。这个会议很重要的呢，台湾人几百年来第一个代表本土台湾人，而且是女性代表本土台湾人，用国际发声，这样有伟大吗？这很伟大的呢，所以这件我们这个记者会不是黑白来的呢，这有人说演戏的，不要紧啦，我靠边那个拢不要紧，但是咱知咱有一个目标，咱要国际地位正常化。咱有一个目标，咱设定好，咱找着法律啊，咱要需要一群人做伙，用这个目标做伙来行，做伙来努力。希望今仔日的课会当帮助大家，多谢。